是台北跨年最重要的风景。我们刚才在听到这些呢，整个气势磅礴的音乐，我们如果不强调，你们可能不晓得，这不是随便放的音乐，也不是随便找的，可是我们台北市立交响乐团为全台湾演奏的。掌声给我们现在精神的烟火，鼓励一下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也谢谢我们台上所有的台湾之光，谢谢市长，谢谢市长夫人，祝福所有的运动员在新的一年一切顺利，圆满健康，也祝福瓦力，祝福周长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也谢谢大家。